夹入这个菜市啊，品味到台家台肉的美味，看到的是清气舒适的空间，听到的是头家和消费者买卖的热烈声音。哦，那这市场真好啦，嘿啦，有较清气无？较清气啊！哦，加足清气的哦。阿伯，你讲较凉遐？嘿啊！啊，恁买菜有较舒适无？有啊有啊。现在当然嘛较好，较舒适遐。嘿啊嘿啊，较清气少啊，卫生嘛足好个呀。现在卫生较好，现在卫生加偌好，较济人吼，足济人个咧。买起来嘛较舒适吼。不管是摊商还是消费者，大家拢对这是真好乐，因为托口公所所兴建的新市场，和大家有了和以前旧市场比起来，真无同款的感受。遮清幽，吼、哦，啊人人潮阁遮济，吼、哦，迄南迄边古菜市啊的完全拢无同款。开幕的时间是十月初一，伊初一到初六是试卖期，每一个消费者100块就当换一点点羹，5点羹来换一张抹菜券。以切切，咱统一来摸彩，证明他们来这边消费会感受到我们这个市场，那里面清洁环境都是一流的，尤其建筑物在张家靖立委经持的4000万的经费啊，我们用心规划，把它打造成现在一个现代化的那市场。要起一间新的市场，需要经费来倒帮忙。为新市场找到经费的李伟张家军，看到大家拢真介意这，伊嘛感觉非常欢喜。看到真侪阿公阿嬷啊，少年的妈妈拢做阵来买菜，啊，伊嘛拢甲我讲，哇，这个市场赞，因为非常的清气，啊，吼嘛非常的畅通，啊，对着吼金阁吼，咱头头阵吼，啊，不管是头家头家娘卖菜，有一个真好的环境。透过这个新市场，七号礼拜日就要正式开幕，公司邀请乡亲做回来到那里，亲身感受新市场的好和舒适。记者林玲采访报道。